Are you also gay? 他是美国出生的中国人，或者是这个上海人，23岁。 这些代理母也是软子的捐赠者，我知道这不是传统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啊。Why do you want a baby so much? Maybe, sweetie, it's complicated. 这个是最好的。It fills my heart with so much joy and love. What are you looking at? Oh, 他是个骗子。妈，在讲什么？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生孩子是大事，生了就没得换的。 让我自己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。你就是不想让我参与这件事。我不是小孩子 ，OK？ 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的。如果你不是同性恋，事情就不会变得这么复杂，你就会有一个正常的家庭。什么是正常的家庭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 哈哈。